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天空新闻台连声活泼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577集的播出，星期二的晚上了。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大白伞盖佛母的心咒，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奉请大白伞盖佛母。
妈哄你说好，哄妈妈哄你说好，哄妈妈哄你说好。我们来看看现场同伴：红豆汤、Julia Jan、王木易、王国慧、徐婉晶、Andy from Robbie。Robbie Lotus 黄传义就地蛋 Annie 李美六花太郎加一好廖锦佑啊 Ivy 当 SY 美丽吴小居那个 Anne Lee 哦 Ivy 当 SY Spider 蛋永连圈啊秀灯肉秋天圈王国慧好我们来请请大白伞盖佛母加持他是除煞破魔的慈悲的佛母哦，他可以除一切的降头。哦，妈妈哄你说啊，有感受到大白伞盖佛母法流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妈妈哄你说啊。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七七伟大的大白伞盖佛母。给我们守护坛城，给我们护国护身护家，你的白伞盖盖住我们所有全家，所有一切的众生，所有读书会的众生，得到白伞盖白光无敌光的加持。妈妈哄你说啊，哇，法流下降了哦。这是他的手印。哄妈妈哄你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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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妈妈哄你说好。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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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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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妈妈哄你说。有感受到大白伞盖佛母加持的，麻烦留加一哦。好，看看现场的同门，王国慧、勋君卷、Kenny Wong 哈、Jenna Lin 封面带、吴小芳立冬带、黄正辉哦立冬带加一 ，Body 高峰丽、Kevin 啊、邱淑慧、季珍、H New 啊、安妮安妮加一、Wong Raymond 哈、林大为啊。
那黄佩文、莲花培香、廖燕玉加一、廖锦佑加一、林佑妹，还有立变加一、王国辉加一、汪木泽加一、Alan Sam、吴美月啊、Lisa Jean、王木玉加一，好，还有Winnie Bean 嘿、Lisa Jean、红豆汤，好久不见了 ，Julia Jean 还有这个啊，好。钱钱也在看，钱钱是一只可爱的鹦鹉爱情鸟。Lisa Lin 啊 ，Lisa 专家一啊 ，Jun Jun Ho 你好，范怡渊、吴美月啊 ，Andrew 欧之瑜、Kenny 哎 ，Kenny Wong 黄正辉、单旭化、欧之瑜哎 ，Lisa Lin 啊 ，TV 燕好哎 ，Joanna Lin 那。展宝时间，今天要跟大家展宝。哎，我拍到了放光照片，天垂异象，好，给大家看看西雅图的上空有五色的云，五色祥云。我不知道这个手机哦，这样可以看得到吗？有没有？在西雅图的上空有五色的祥云，有没有？昨天拍到的哦，哇，还没有给师尊看。好，展宝时间。这条呢是这个呢水，这个爆花水晶，有没有紫色的蓝色一点粉红的爆花水晶哦，那里面还有香火琉璃，哇，这个爆花水晶啊，爆花琉璃啊，是琉璃啊，不是水晶，爆花琉璃很漂亮，对不对？哇，这个是九条龙的九条龙的这个这个藏银啊，藏银九龙项链，九条龙，因为龙年呵呵现在是属于龙年，很棒，对不对？哇，这个呢，这个礼拜六这条项链会这个请师尊开光加持。昨天呢拿出来之后一下就被抢完了，呵呵，今天大家请早，这个这次带来这个九龙项链只有两条，看看谁抢到。好，九龙项链，你看看这个爆花琉璃，还有这个香火琉璃，里面还有藏银的，那这个是藏银的九龙哦，九龙项链，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再看一下哦，有九条龙哦，九条龙在那边哦，龙代表财神，龙代表吉祥，赶快，好，那个要的人赶快跟我联络，好。就这样，好，讲完了。王玉志、钟小兰，那个干风力祈求大白伞盖好，莲花经优美的加一，顾燕豪、娟罗云娟、罗美芝、徐君娟啊，优美赖、如英卫、刘丽薇、优美赖、古芳姿、莲花明志、娟拉令加一、林优美，还有 DP 燕、Lisa 令，许慧玉、May Go。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大白伞盖退病魔。哇，这个大白伞盖佛母，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到的，你看大白伞盖佛母很多张脸，有没有很多张的脸，很多的手，很多的脚，手上拿着白伞盖，它那个是退降妖伏魔的大佛母哦。以前那个阿修罗跟那个谁，阿修罗跟那个第四天在打仗，那第四天快要打输了，赶快求救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派谁，派这位大白伞盖佛母，啪一下子就把他收拾掉了。哇，他所以降妖伏魔非常的厉害，以后我们也会做成佛牌哦，大白伞盖佛母的佛牌啊。那这个它可以除障碍啊，包括你在贪嗔修法，保佑自己自身，保佑国家，保佑你全家，白伞盖的守护哈，它那个有护身护家，而尤其它还可以退什么，退降头，哇，这是非常威力十足的大白伞盖佛母。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大白伞盖佛母退掉病魔，哇，它可以洗灾治病哎。那就是说呢，在台中哈、丰原有一个人本来病到又快要死了，被什么魔？一个水魔，就是淹死鬼附带身体。
哇，一下子热，一下冷，一下子发烧，医生呢一下子讲说你有糖尿病，一下讲你有高血压，嘿，一下子讲说，那个缺水症，看的很多的医生都不会好，他病得要死，又发高烧，反正呢怎么样都不会好，最后有亲人扶着他去见我们的根本传上师，哇，这位师姐呢，我看看有没有她的名字啊，哇。哎，这个叫罗玉琴，哈、哦，四维罗玉琴，那么呢，病得快要死奄奄的时候呢，拖着病的身体，跟他的家里的人，然后呢，去拜见我们的师尊。那时候呢，他没有求师尊治他的病，他说师尊，我病得快要完蛋了，求师尊让他不要拖老命，一下就死掉。哇，他双脚跪下来跟师尊求，你看有病到这么惨的，病到不想活了。那师尊那时候呢，知道这是业障因果，他呢发起了很大的慈悲心。他说，既然弟子要跪师父，那么这个双脚一跪，师尊吼、哦、这个宁愿去打破这个因果。那个时候，师尊就请了谁？大白伞盖佛母，大白伞盖佛母。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白伞盖佛母的种子字哈、哦，我看看我能不能这个肩胛咒，哦，大白伞盖佛母的肩胛咒，哇，哎，这个做佛牌不错，大白伞盖佛母那肩胛咒，哇，上面还有一个白伞的哦，那师尊就用大白伞盖佛母的肩胛咒写他全家，哇。嘿，虚空中写下，在他的屋子前前后后写下了这个大白伞盖佛母的肩胛咒，你可以看看哦。这个肩胛咒，你把它供奉在你的家，哎，非常的好，嘿，可以镇宅，可以镇坛。哦，如果呢，那个做成项链佩戴在身上也是很好的，嘿。所以呢，师尊知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哇，他那个。就翻诶，这个咒轮呢，翻成中文就是嗡沙瓦达拉嘎达阿尼卡斯达达巴这哄配哄妈妈哄你耍哈。我们今天的那个咒音是哄妈妈哄你耍哈。我们呢，有的同门被这个冲犯了，对不对？诶，被冲犯，然后那个有阴气阴人来盗气的，好，或者被中降头的。那么呢，你就要祈请大白伞盖佛母给你除煞。师尊这么一做之后呢，他的水魔马上就退散了，再有也没有办法附身在罗玉琴的身上。那罗玉琴呢，这个有家人呢搀扶一跪下来，然后呢，就是这个师尊说他愿意去挽救他的寿命，嘿，然后呢，他再到这个当时的那个医院。好，叫英外科，嘿，然后呢，那个病渐渐痊愈，连那个医生也到师尊的家里做客，因为这个本来医生都讲说已经没有救了啊，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师尊是用大白伞盖佛母肩胛咒哦，这个咒呢来退这个病魔，再给大家看一下，哇！后妈妈哄你说哈，他的肩胛咒是这个样子哦。师尊呢，把这个整个咒轮都背起来写下来。那么呢，师尊说他用大白伞盖佛母来退病魔，其实还是大材小用，因为这个佛母真的是很伟大哦。因为大白伞盖佛母是金刚顶髻大回遮母，1000个脸哈、哦，你看哦，他有1000个脸，然后呢，千手千面千眼。哎，啊，大家再看看他的脸哦，哇，你看看那个脸有1000个，还有手，还有脚，对不对？还有眼睛哦，是不二自然的万种相的宽广大自在佛母哦，主宰了三界中围的一切众生。他的心咒的威力能够使所有的冤敌自行退散，天魔邪魔退散，摧毁一切的杠头诅咒。能够由阿弥陀佛增添寿命，那破天魔、地魔、水魔，那么呢，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疾病，然后呢，夜梦不安、魍魉现形都可以破除。
那修这个大白伞盖佛母的话，把能够得到日月星斗的欢喜的拥戴，而且降吉祥赐福，能够持诵，能够供养，能够带在身上，还有种种的功德。改天我来做大白伞盖佛母的佛牌。那所以呢，这个带着大白伞盖佛母，供奉大白伞盖佛母，修持大白伞盖佛母，将来还可以往生净土。来，我们来奉请大白伞盖佛母再来给大家加持哦。奉请伟大的大白伞盖佛母，现在这样介绍大家明白了吗？一切法空不住相，白伞盖母身白色，一头二背面三目，身披天衣冠宝冠，手足掌心各一目，坐持伞盖又施愿，金刚加福坐莲月，唵别扎萨玛雅扎哄班霍合一体，由从唵字发白光。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哄妈妈哄你说，哄妈妈哄你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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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念他的战绩哦，一切法空不住相，白伞盖母身白色，一头二臂面三目，身披天衣冠宝冠，手足掌心各一目，坐持伞盖又施愿，金刚加福坐莲月，唵别扎萨玛雅扎哄班霍合一体，由从唵字发白光。这个是他的战绩哦，还有他的回向偈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哦。一切如来无上顶，化身微妙现天云，威德自在白伞盖，一一现出我敬礼，愿以所修白伞盖，速成法光无敌光，盖住众生降天魔，悉皆飞向诸佛地。哇，你看他的战绩回向记非常的威武，对不对？如果你们呢想要修他的法呢，可以写信到西雅图求师尊给你们摇冠哦。所以呢，师尊在这本书伏魔降妖传，伏魔平妖传里面有写到白伞盖佛母的修法哦。那呢，刚开始呢，他那个可以用黄布写他的大白伞盖咒轮供养也可以，皈依莲生上师，皈依佛陀也，非达摩也，皈依僧伽伽耶，愿众生往生佛国，愿众生脱离苦厄，愿众生精进得法，愿众生冤魔退散。那赞颂一切法空，法空不住相，白伞盖母身白色，一头二臂面三目，身披天衣冠宝冠，手足掌心各一目，坐持伞盖又施愿，金刚加福坐莲月，唵别扎萨玛雅扎哄班霍合一体，由从唵字发白光。那那个何师兄有把他那个文章贴下来哦，大家可以看他的战绩哦。然后念唵啊吽梭哈，念三遍那供养咒，现供养现八供，然后再念他的心咒。师尊在这本书呢写的是他的长咒：唵萨瓦达他嘎达阿尼卡斯达达巴泽吽佩吽玛玛吽尼梭哈。这个咒呢修108遍，然后再念回向哦。一切如来无上顶，化身微妙现天云，威德自在白伞盖，一一现出我敬礼，愿以所修白伞盖，速成法光无敌光，盖住众生降天魔，悉皆飞向诸佛地。哇，他的那个咒力他的战绩回向都非常的具有威力哦。
那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基隆十方大觉寺，然后呢，拿那个，得到了大白伞盖佛母的护身符，里面有心咒、肩胛咒，他知道是降魔神咒之一。那后来修了大白伞盖佛母的心法，用来退敌。大白伞盖佛母嗡字心咒，流露出白色的光大光明，这个光明是不可思议的。那师尊祈求佛母慈悲来护佑一切的众生，那护佑真佛弟子，他的心法威神之力，那降妖伏魔非常的有力量。希望那个有缘的人可以修他的法，大白伞盖佛母。好。Kelly Brana, 空面卧，古风豪，西美罗，瑞金雾，南德利，恒淑慧，刘宝仪，李秀一，那花太郎，伊阿翁，阮珊珊，周杰宇，刘芷玉，戴安娜翁，以心，李正国 ，Ashonio， 还有这个丹森豆 ，Henry Fang， 叶奇伟，李瑞珍，熏灰菜 ，Mac。Make On 李瑞珍 Joanna Low 吴秀吉吴家宝，还有周修厚，陈宝珠苏桂玉陈乔峰 Eric Mel Chris Lee Bolding 那还有好，那龙美之加一哦，你看他奉请他的法流真的很强哦。好，那么呢，这个伏魔平妖传第二尊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谁？绿度母。那绿度母法以前师尊传那个谁阿底峡尊者曾经在印尼跟金州大师学法，然后学的呢，后来学了一个很大的法哦，后来红传到这个西藏，就是绿度母法。绿度母法呢也是可以去除病魔。师尊曾经讲这个绿度母是最容易跟这个众生相应的绿度母，哇，那很跟众生很亲切，也很容易招请的哦。你看这尊绿度母，哇，全身都是绿色的，全身都是绿色的，有没有？哇，他左手拿莲花，有三朵，一个开的，一个半开的，一个合起来的。然后呢，右手是鱼眼印，全身是绿色的光，绿度母。好，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绿度母哈，那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有一年夏天，他被师尊灌顶，灌顶之后，师尊的这个传承咒力法流进到他身体不知道，但是经过半年之后，他修法开始觉得全身都震动了哇，尤其是什么丹田也会震动，对不对？密轮也会震动，震动到。这个手脚四肢百骸都会震动。大概呢一个多月之后呢，有个修禅宗的老居士来看他。那看到呢他在静坐的时候怎么会比手印，然后呢那个老居士说我给你把脉。就发现呢他身上震动的那个脉轮那个气那个电流竟然也进到这个老居士的身体，一个很强的电流哦。然后传到他整个身上，让他觉得非常的震撼。一个只有给师尊灌顶了，然后呢修法竟然胜过那个老修行，这个是让这个他惊讶不已的。后来呢这个弟子给师尊灌过顶的这个弟子呢，甚至呢把那个手轻轻放在别人的手掌心哦，然后那个可以透过中指跟无名指到手掌，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有反应，有的会有热流，有的会有震动，有的会凉，有的会麻，有的好像在触电一样，甚至从那个这个震动的力量，甚至从全身密轮都有哦，嘿。然后呢，他也这个叫这个有一些朋友哦，离他三尺，大概300公分的前面静坐。然后呢他静坐之后发功，比手印发功，对方一样感觉到有电流，而且有的电流哦，全身在那边打打打打打打之后呢，还有看到了这尊绿度母就在电流的佛光之中。哇，所以这个弟子呢是很有特殊因缘的，这个绿度母
那如果是身上有病的人哦，他那个比如说他有头痛，然后呢静坐在他的对面，然后呢电流加持他头痛的地方，加持的地方，生病的地方，就是特别的强烈，而产生了灵疗的作用。嘿，有的呢痊愈就直接好了，有的呢病业也会减轻。然后呢他把这个现象呢写给师尊，他到底这样子对还是不对。嘿，然后呢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印度的也是修瑜伽的行者啊，然后呢他也跟他学瑜伽，他一静坐也出现这个手印接手印跟灵动，连瑜伽老师也会觉得很奇怪哦，他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不过呢他把这个现象完全写给师尊，他说他自己是不是怪怪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应哦，很大的一个相应的现象。然后呢师尊呢就告诉这个弟子，这个弟子叫莲印啊，树印的印，或者叫蒋传正哦，那那个这个台湾先总统蒋公的蒋。好，反正蒋师兄呢竟然有这种感应的现象，师尊呢告诉蒋师兄说，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哎，一切的灵能的病哦，哎，还是一切正常，他的灵能是可以，灵力是可以治病哦，这个是千古不传的事实。那你看看师尊加持大家，对不对？哇，这个是有灵力啊。我这个上个礼拜师尊周六周日在法会哦，给大家灌顶，那个光灌顶这个动作就有法流哦，对不对？都是这个法流都是来自根本传承的哦。那有人在光中看到了绿度母，还有另外一位，好，那那个这个有人在光中看到绿度母，那师尊告诉他绿度母就是谁，唐朝的文成公主，嘿。然后呢另一位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化身的，另一位是白度母，是尼泊尔的慈真公主，两个都是智慧无双的。那他结的手印就是绿度母，绿度母的手印。师尊曾经有传哦，绿度母是很容易跟众生相应的佛母哦，那他用绿度母的手印替人灵疗，当然有很大的功效。那瑜伽师哦，他就不懂得这个绿度母的力量了。那许多呢这个这个也很多佛门宗师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感应跟这个心得，他讲不出所以然来，可能还会讲到对方是不是走火入魔，是不是乱感应哦，这个只有我们的师尊了解。那由于这种感应才能够令人呢道心能够坚固，那师尊呢也因为度众生的种种感应令很多众生皈依，对不对？师尊有用三奉水，所以呢在我的脸书 有拍到师尊呢拿三奉水，对不对？这个灌顶瓶师尊祈请这个莲花童子下降给大家皈依，对不对？写三个奉字啊，那灵力加持就三奉水。哇，一喝到这个师尊给的三奉水，给的加持的灌顶的法水，哇，那个灵力就整个就进到师尊的弟子的身上，人人得三解脱之门。那师尊做的这些事情，佛门的宗师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他说哦，自己确实是受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亲自灌顶受记，师尊有顶上化佛手，嘿，那受了释迦牟尼佛的亲自受记。有些人呢不明白，也没有这个功力，也没有这种正量，直接就把人家打成说是魔，其实是冤枉的。那蒋先生是受到师尊的三奉水的灌顶，然后竟然师尊没有传他绿度母法，他自然可以结绿度母的手印。那师尊讲说，你的本尊就是绿度母哦。用麦来说，生命的时候你已经持诵大白伞盖佛母常咒三串珠加持大杯水，喝了大白伞盖佛母的咒水病也好了，哇，恭喜你哦，所以感应很迅速，对不对？ Jasmine Chong May Bai Guan 郑金发，还有 Ari 小芬丹勋印暧昧廖金禅师姐林波夏刘化春秋化David O, 哈甘佑、黄锡辉、
哎，那 Kelly Brown 还有古凤豪、西梅罗，哎，那这个绿度母的修持方法，哎，那这个诗人讲说可以供奉他的法相，静坐观想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什么？那个绿度母的法相，你看全身都是绿色的啊，哦。那他的右手啊，哦，对不对？哎，它的左边有三朵莲花，一个是开的，一个是半开的，一个是关起来的。那这个右手是鱼眼印，全身都绿色的，半跏趺坐，对不对？哇，绿度母呢？啊，观想它之后呢，还要观想呢。哎，它的法座下有莲花啊，法座下有莲花，莲梗呢要观想灌顶在自己的头上。哦，莲梗放出光明，有光射到自己的身心之中，一切的疾病跟罪业全部都消失，一切的磨难障碍都消除无余，自己的全身就如同本尊一样，光明绿色，智慧神通，殊胜法力，福寿富贵，一切全部成就。然后呢，要念四归咒，还要念忏悔偈，然后呢，再来就是结绿度母的这个手印。那要做四弘誓愿，念四无量心，然后赞曰：皈依佛母绿度尊，安坐顶上宝莲座，绿光照我住身心，修持法力皆如意。好，我们来奉请绿度母，哎，好，我来奉请伟大的绿度母，也来加持大家。皈依佛母绿度尊，安坐顶上宝莲座，绿光照我住身心，修持法力皆如意。皈依佛母绿度尊，安坐顶上宝莲座，绿光照我住身心，修持法力皆如意。皈依佛母绿度尊，安坐顶上宝莲座。绿光照我住身心，修持法力皆如意。嘟啦梭哈，嗡达拉嘟达拉，嘟啦梭哈，嗡达拉嘟达拉，嘟啦梭哈。然后呢，要观想这个绿度母的净光明是绿色的，全身都是透明的。看看绿度母身体都绿色的。他一只手拿着这个三朵莲花，一个全开，啊，他的左手拿着三朵莲花，一个全开半开，还有关起来的，右手是鱼眼印，全身都是绿色的光。那绿度母的这个莲花座下，坐着莲花的经灌顶全身，去除病魔。全身都是绿色的光，透明的。那这个光明体，哎，让你的身心得以清净。哇，你看看绿度母，拿到手算了。感谢绿度母的加持哦。但是诗人讲说哈，修这个绿度母的法呢，修持的人要注意。不要抽烟哦，不要吃五辛，因为那个是很荤的哦。尤其是这个烟是迷的障碍，五辛是身体的障碍，五辛是欲念之母，千万要这个净除。
哎，修其他的法也要戒烟，烟尤其是烟酒哈，那个酒会乱性，那烟呢会阻塞自己的气脉。修绿度魔法不要抽烟啊，最好能够禁掉五辛。好，这个就是绿度魔退病魔。哎，甘波利，绿度魔我敬礼，慈悲济众菩萨心。Alice Cha 啊，阿西纳乌 ，Tony Bang 啊，李秀英，还有。William Go, Marina Go, Wen Bing Gil, Asina Wu, Michelle Lee, 莲花桂玉，好 ，Every Meal 上次早，哎，对啊，今天很早就起来。东基 SC 啊，哎，那范青啊，古建龙，嗯，好，今天就是介绍《伏魔平妖传》，介绍了大白伞盖退病魔，绿度母也是治病魔的，哇。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密教智慧剑。然后呢，哎，这个关于这个哎心跟气啊、哦，今天那个密教智慧剑要讲的题目就是心跟气是不二。啊，昨天也介绍过这个人呢，这个脾气很不好，他的气脾气嘛，他的气一定是很不顺的哦。所以今天来讲这个身体心跟气啊，它的关联在哪里哦？所以呢，在庙里的佛像，哇，看到了这个哎佛菩萨的像或者唐卡，都是让你的心把它震慑住。让你的心定于一点，所以佛像一定都是很漂亮的哦，摄住你的心，抓住你的心嘛。有佛菩萨的形象在位，为了抓住你的心，所以修这个身体最主要就是抓这个心哦。身体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抓住了身体，身体调养得很好，一切就能够进入到很维系的，你这样子就能够抓住自己的心。密教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其实修法哦，不要只有念咒，但是心也要跟着去清净，心也要跟着去专一。我们晓得你这个气本身呢，能够摄住在里面。那个气如果入得多，那出气的少，你的精神就会好，对不对？那很喘很喘，哇、哦，那个气都一直出来，身体就不好了，嘿，精气身体就会很弱了。好、哦，气如果散掉的话。哎，散动的话，精神就没有办法专一集中。所以呢，你的气本身要很坚固哦，要很凝固，而且要专一，进入到很维系，你才能够禅定。禅定的时候，你气很喘，气很动，哎，气动，那你的那个妄念也在动，你的妄念动，就是你的气也在动哦，你就很难禅定。所以呢，密教修风瑜伽。修九绝佛风，让你的气渐渐的稳定，你气渐渐稳定，你的心也就稳定了。所以呢，一个这个病人生病的人，你叫他修禅定是比较难的。他这里痛啊，头痛啊，发烧哇 ，COVID-19 身体都不舒服，请问他如何修禅定呢？哦，那这个法流是属于这个无形的，气呢是属于命的哦，都是也是有形的。好，气就是法流，法流就是气，好，所以每次呢，我们在读书会前面，这个读书会直播的时候说，哎，我们现在奉起来，所以有法流下降，有感觉的，感受的，麻烦留言加一，对不对？这个就是佛菩萨身上的气哦，法流那下降了，那你真正能够修到凝固，嘿，能够融化。把这个气融化在你的身体里面，不管它走到哪里，走到你的左边肩膀、右边肩膀、颈部、喉咙、心、眼睛，哇，它就滋润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它这个气走到哪里，你要去清楚，要去明白。师尊讲说你哪里有病呢？哦，师尊的师父讲说，徒弟啊，你如果知道自己哪里有病，就把气走到有病的地方。脖子有病，气就走到脖子那边；眼睛有病，气就走到眼睛那边。哇，气不通了，然后呢，就把它通那个气，那个病就会好了。然后呢，师尊讲说，在修气方面，那师尊也是把这个气啊集中，嘿。那这个气呢，能够把你的意念集中，所以呢，师尊那天在做护摩，
顺着手呢，在天心这边画三角形，大家以为师尊在做什么？那三角形里面呢，比如说本尊、护摩主尊是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把观世音菩萨，住在这里，把气放在这里，把白音观音的气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在眉心轮做护摩，所以三角形代表是火。护摩火的火，那观世音菩萨周围都是火，所以是三角形的。那现在做护摩会这样子做，我是没有看过，《摩命教智慧鉴》里面有讲，所以呢，性命相关的哦，那性关，所以这个有形的、无形的都是要关联的。那身心不二，心物不二。那讲到气跟我们的心。跟修法很有关系，在古代释迦牟尼佛呢教大家什么数息法，对不对？数息法，对，吸气吐气，一吸气很慢很慢很慢慢，再慢慢慢慢慢吐气，二，这个嘴巴是闭起来的，是用鼻子哦。那因为我要讲话，所以我示范讲给大家听哦。那三也是吸气，吸吸吸。吸到丹田，不是吸到肺，吸到丹田，吸到很深很深很深，再用鼻子慢慢呼出去，三，然后呢，一到十完了之后再一到十，再完了就一到十，这个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最简单的数息法。你不要小看这个数息法，很多大阿罗汉因为修这个数息法正得着火定，厉害吧？哦，正得着火定啊！所以师尊说，你要入禅定，一定要将这个呼吸能够调得非常的均匀，呼吸要很细，你要懂得调养你的风息，去循环你的全身，要知道能够把气全部都收摄进来，出去。进来的气很多，出去了呢非常的小，非常的微细，而且能够住这个气。嘿，有时候呢气在出来的时候呢稍微住一下身体，再慢慢出去一点点。嘿，不要让很喘啊啊哦，你就没有办法入禅定了哦。所以如龟藏六，就好像乌龟藏住六根一样，你看乌龟有没有四只这个脚藏起来，头也藏起来，尾巴也藏起来，气就像乌龟藏六个洞藏起来一样，守住这个气哦，这个是气的秘密。那么呢，这个所以它的有它的秘密意啊。那修气呢，就是在掌握自己的心，嘿，气顺了，心就会顺了，嘿，那气脉常常在循环。对不对？你看啊，那个游泳，不是游泳，那个，鱼缸，对不对？鱼缸的水常常在那边转转转啊，那个差的就沉下去，轻的到处那个水都是比较轻的，那个水有在动，对不对？那你看那个一个池塘水都不动，你看那个水不是很脏，对不对？哦，意思也就是这样哦，啊，那个练气跟练身心是有关联的。好，看看同门陈清美、莲义法师，你好，什么时候来西雅图啊？君娟啊，黄晨、丹心 Joy 啊，君娟，还有这个易正红，7月14号会到台南，那时候丁尼珍是不是我们在台南见哦 ？A 林丹、朱美峰、李胜娟，气顺则心情佳，甘风丽讲小时候常常。比较生气，令外婆父母担心，现在觉得惭愧哦，因为他们不在了哦。好，李平上司，你的脾气最臭，你那个因为常常用手机网路的哦，上次我去新加坡忘了告诉你一个啊，手机要常常清那个手机，要用这个古梵音的楞严咒。我昨天不是放那个楞严咒吗？居然有同门跟我要那个楞严咒，古梵音的楞严咒哦。它其实可以清你的身上的气哦，有时候你听那个咒音，我再放一次给大家听哦。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听那个咒音哦，可以让你的心这个摄住了，然后你的心
比较不容易散乱。那气呢，就是你会比较容易，就是跟着这个咒音。有时候我听那个咒音，但是在念我自己的护法咒哦。你看看啊，嘿，哦，我很喜欢这个咒音，这个是古梵音的楞严咒。啊，放一段给大家听，好像海潮音，好像波浪，有没有？嘿，我手机有常常打开，对不对？其实手机有很多负能量，所以呢，手机有时候下载这个咒音，这个是古梵音的楞严咒，嗯。可以让你的手机清净，诶，那你修法就让你的心清净。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念什么，好。心梦令啊，李萍，什么是五星啊？啊，葱啊，哎，蒜头啊，哎，那其他 Google 我知道葱蒜是五星哦。那，啊，其他 Google 我看一下，最少最起码的不要抽烟，抽烟真的是嘴巴也臭，然后自己也臭，然后别人又吸二手烟，然后呢又阻塞自己的气脉，有人抽烟那个肺部都是卡烟油，哎。那将来还有罹患肺癌哦，肺腺癌的危险哦。好，Editia 范青啊，Karen Lo，甘波利，哎，啊，还有连毅，太棒了，哎，什么时候来啊？啊，美元莲花捐蛋，哎，昨天呢收到一个消息说，中委会，哎，各位上师，哦，还有各个道场。我们大家呢，要每个人都捐一个黄金的金牌，合起来，诶，一块金牌呢，大概要1000美金哦，是算美金。我有报名一个，啊，说同盟可不可以？他说没有，只有上师，还有各个道场的代表哦，各个道场代表什么堂啊，什么寺啊，嘿，那大家联合起来，每个人呢可以捐大概1块美金吧，那大概有300块。要做一个很大的牌匾，一个很大的方块的，我看看有没有比这个大一点，哦，一块一块的哦，那要祝贺师尊生日，嘿，所以我有报名一个，所以最近要开始卖项链了。好，Hello Kitty，你好，这个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啊，能够祝贺师尊生日哦。哎，那希望师尊，哎，这个能够回来台湾。不过呢，他还是有条件的，哎，也有人安排说，师尊如果回来台湾，哇，要哎这个在哪里租场地呀？但是师尊讲说，目前还不肯定，因为还要看师母这方面的哈。好，侯爵，哇，还有10分钟，哎，我来唱首歌供养大家好了。哎，师尊文集诗歌，哎。好，来唱《古寺一炉香》。哎，哦，那个是摘自于孤影的对话。古寺一炉香，历代无人嗅。哎，古寺一炉香，一炉香，古寺。是如何的光，恐怕连佛像也无。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古寺是如何的古，恐怕连佛像也无。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我的是我自我佛，像这样子我佛，这里待的人却皈依佩土，修香的人也一样死。我的是我自我佛，像这样子我佛。这里待的人全皈依佛土，修行的人也一样死。你问一知，我觉一知，大叫一声真如阿
问一尺，我觉一指，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苦思一落香一落香，苦思是如何的苦，恐怕连佛像也无，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苦思是如何的苦，恐怕连佛像也无，就算是还有一个铁铸的香炉插香的人也算糊涂，我提示我自我想这样自我不顾，这里待的人却皈依配图，修行的人也一样死，我提示我自我想这样自我不顾，这里待的人却皈依配图，修行的人也一样死，你问一尺，我觉一尺，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你问一尺，我觉一尺，大叫一声真如啊真如。古寺一炉香，历代无人秀。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做的哦，哇，唱歌很好听哦，谢谢娟娟话，还有那个莲毅哦，林秀英哎，唱歌哎，那个每次如果有时间我就唱歌，就别介，好哎，陈凤梅啊 ，Ariel 啊，你想要赞助多一份黄金哎，如果因为我有问过中委会，他说呢。通门恐怕没有，就是诶，我这边我说我用真火天后新闻台说也不行，就是慧君上师的名字。嘿嘿，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诶，这个心里面要帮忙的话，就是用我的名字而已。嘿，那个大家随喜哈、哦，大家随喜啊。如果你诶，我那个如果你要这个。帮忙的话，我可以送你一条那个虎头金刚的项链，私下联络吧，哈、哦。那个，如果你想要赞助这个活动，但是一定是要以上师的名义或者是道场的名义，比如说 Anson Deal 你们那个世诚雷藏寺，如果要赞助的话，可以私下跟我讲。然后呢，它是$1,000，由世诚雷藏寺整个这个帮忙，或者慧君上师整个。哎，我是登记的$1,000。如果你们想要那个偷偷的加入的话，可以加入到我这边，等于但是会用我的名字。不过呢，我想虚空中的佛菩萨都知道，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子的消息，而且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是历史性里程碑的哦。那只有80大寿才有的活动，好，就是这样。嘿嘿，如果都没有人赞助，我就自己出1,000，嘿嘿，也是可以啦。好，乖蓝蛋啊啊，莲毅法师很可爱，对，莲毅法师赶快来西雅图陪我。嘿，你要出$100用我的名字哦，可以，嘿，那我就寄一条项链给你哦。嘿，那个谢谢你，好、哦，谢谢 Spider 蛋，你赚钱很辛苦嘞，好，那就是谢谢大家了，还有来乖幼，嘿，好听哈、哦，刘碧香，好，那时间已经这个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最后跟着伟大的师尊来唱南无阿弥陀佛，跟着师尊来唱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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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弟子是莲花会君弟子做回向，祈愿根本传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那么呢，祈请根本传承，还有佛光铸造师尊师母长寿健康，佛光铸造所有看直播看重播的大众得到大白伞盖佛母绿度母息灾治病种种的加持，一切圆满吉祥。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一拜师尊十方佛，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善意。二拜十方诸菩萨，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菩萨善意。三拜护法金刚，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护法金刚善意。四平等稽首，礼敬十方圣贤。谢谢师尊，谢谢佛菩萨，谢谢大家。刚刚那个录音你问到说师承雷藏寺，我再重新跟大家讲一次，就是中委会呢发起上师团或者各道场，比如说雷藏寺啊、分堂同修会，各道场为单位，然后呢每个人这个大家这个可以捐一块黄金，嘿嘿嘿，那做一个很大的这个奖牌，比如说300本书就300块这个奖牌，然后呢黄金的金牌要供养师尊，祝贺师尊的80大寿，个人的没有。所以呢各个道场你们可以跟中委会联络或者跟我登记，你如果跟我登记的话呢，我会给你这个1000块美金的各道场的，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师承雷藏寺的，有这个那个德聚同修会，他们在线上的哦，那大家可以广传哦，那我会给你中委会的这个供养师尊的这个网址，中委会的网址，然后呢你凭着收据我帮你交到中委会登记，到时候就会有你们的名字，就这样。那如果有人想要帮助这个赞助我个人的，我也是有供养1000块的，那有人要这个一起协助赞助我个人，但是会用我的名字的，那可以私下联络。好，就是这样，听得懂吗？听不懂就算了。同样就是祝贺，这个活动是很难得哦，祝贺师尊80大寿。好，伏魔平要传介绍到大白伞盖佛母退病魔，绿度母菩萨退病魔的故事。你们呢谁有缘可以求这个本尊哦。有人写信呢到西雅图求大白伞盖佛母法灌顶摇罐可不可以？可以。如何汇款？你就汇款到中委会网站，中委会网站，但是跟我讲一下，因为我要帮你报告中委会，那收据给我，我帮你报告中委会，就这样，或者这个私底下再联络。好，然后呢必教智慧剑讲到身心不二，那这个如因为你是那个你要让师承雷藏寺知道，我让他们理事会知道，那个是会用师承雷藏寺的名义哦。好，那这个密教智慧剑介绍到身心不二，气顺心就顺。好，那就是这个讲的蛮深的，但是也是蛮实用的，让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不用盲修瞎练，能够知道有个方法。好，谢谢我们感谢师尊佛菩萨给我们今天的加持，给他们救命。 I say to Yabbi Bling Bling， 那谢谢大家，那明天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礼拜还有3天读书会直播，请锁定莲花会君的脸书，那个周一到周五晚上9:30在我的脸书平台有为大家服务，
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支持政府天空综合台哦，政府天空文学队，政府天空新闻台，反正通通都支持，都有加持。好，谢谢大家。那个哇塞 ，V E A E R On 哦，李美颖、雪娜令，好。那今天如果漏掉你们名字的同等，欢迎大家。好，谢谢大家，我们要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给大家么么哒，晚安。嘿，哇，那个底下有一条杠，让我没有办法按，哦，现在出来了，好，拜拜。